一方面也是等于是头部是一个搭档的配合，就是太求好心切，就是边边角角就一定要哇在那个线上，那个好坏球阴阳界线上其实没有那么容易。对，所以他最后他就变成他的身体要来协助，所以我们要恭喜叔叔这，来我看是用心良苦。高国庆呢，前两次的打击有一支安打，一分打底。这个半局，关大元呢很快的解决了两位打者，丢球捞起来。每一个投手投出去的球都是有生命的，都是会钻的，只是有的钻的大，有的钻的小，有的转速快，有的转速慢，就是球质的特性略有不同。但它不是死，虽然有时候被打出全垒打，球迷会说哦，这投手球好像死死的、呆呆的，其实没那么呆，没那么死，都是有灵魂的。对，虽然只看哦，大家嘛爱了解为什么很多像我们这当球评的天到来讲哦，会速差真好。速差和主要让打者破坏他的那个攻击的平衡感。现在一好球一坏球，现在是两好一坏，比赛目前进行到了五局的上半。这一局确实啊，陈总动作变得比较简单一点。这个时候是一个考验，两好一坏的时候了，又跑出来。对，又被又牵起来，被变两好两坏才要来对局。其实以关大人垂直性的这种直插球的特性，这时候就要对决了。对。结果这个球挤压到，形成了一个小飞球，也就成功了，形成了一个三上三下。目前五局上半结束，1-3，现在狮队呢两分落后。